娱乐圈的女艺人真的太瘦了，白鹿身高165只有88斤，杨颖身高168最胖只有92斤，杨幂身高166只有90斤，赵丽颖参加偶像来了的时候胖了6斤，也才只有92斤，陈都灵身高168只有84斤，瘦成纸片人，赵露思身高161只有78斤，听说且是天下，赵露思更是瘦成了排骨星。